乐知天地心，倾出至诚不会悔。天尽爱，竟是爱，风中化成唏嘘句。你是谁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来找这里的主人的。无名小子，快点走。这位阿婶，你年纪虽然比在下大，出言你不用呼呼喝喝的。哎呀，这么好胆，够胆冲撞我，看看你有多少个人头落地。我们不是想找胶打的，学你们这么野蛮的吗？你还不走，我就杀了你。这个人有求分辨，我看跟这个小妖女有些不寻常的关系。这位阿婆，我跟那位姑娘素未谋面，麻烦你说话客气一点，不要恃老卖老。那你来做什么？我本来想来向这里的主人报个信，并且多谢一声他借马之恩。哼，借马给你是给我金丝叔的，不用多谢。你不去赶路回来做什么？原来这位是这里的主人。在下骑马途中遇逢，因为误以为在下就是姑娘你，在下觉得不妥，所以特登赶来向姑娘报个信。你为什么事要讨好我？姑娘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？你不是为了讨好我，又为什么？大丈夫见义勇为，拔刀相助，不应该吗？你凭什么本事可以拔刀相助？是的，我又不识武功。小妖女，不要再拖延时间了，快点动手吧。老太婆，你想死的不争就等多阵。姑娘，不用怕，我们杀出去骑你匹快马走。我同你，你知道我定一定杀出重围的了，说不定我出了去你也出不到去。不如这样，你说出你的心愿给我知，如果你死了我高兴的呢，或者跟你扮的。姑娘，如果我死了，麻烦你无论山脚下都回去叫钟灵的姑娘。钟灵？她被人捉了吗？她都救了在下一命，所以希望姑娘你帮我救她。哼，你条狗男女，有说话就留回地府说。哎呦，岂有此理啊！又俾个小贱人走甩咗，真系唔抵啊！你做咩踢人啊？下次我唔问你嘢，唔准你讲嘢。姑娘，你本事系本事啊，不我啲啫。做乜点我遇到啊？快啲搞开我啊！你想点啊？喂喂，快啲搞开我啊！做咩啊？你想点啊？做咩你？你想点啊？哦，我知道，你想绑住我，唔舍得我走啫嘛。
车，我自己有脚，你方我唔识走啊？走啦！你服唔服？我唔服。姑娘，我服啦。乜话？来福儿死咗？系啊，夫人，我哋喺木姑娘间屋度发现咗来福儿条尸嘅。咁远清咧？木姑娘唔见喎，连佢最心爱嘅匹马都唔见埋喎。灵爷俾人捉咗，远清又唔见埋，咁点算呢？夫人啊，会唔会嚟揾木姑娘麻烦班人系捉小姐嗰班人呢？我都唔知道。你而家帮我备马，我要出一出去。系，夫人。你去边啊？你点解唔喺房休息下啫？你头先话去边话？冇，我话我想去厨房煲啲生鱼汤嚟饮下，等你伤口快啲好嘛。唔使啊，我冇事噶啦。乜你唔中意饮我煲啲汤咩？唔系，我不过我唔想你太辛苦啫嘛。你睇你啊。我扶你翻入房休息下咧。嗱，你而家乖乖地休息下，我煲汤你饮啊吓。阿宝，做咩啫？你睇你啊，咁大个人好似细佬哥咁嘅。你休息下啦，我就翻嚟噶啦。又好。我唔想杀你嘅，但你竟然私自逃走，仲想偷走埋我只马添。姑娘，我又唔系你奴隶，又唔系你仇家，点算得偷走？你留住我都冇用噶。本姑娘中意啊。好，你要杀即管喐手啊！你唔惊咩？如果我惊嘅，就唔算系大丈夫。你真系连死都唔怕？君子对人无过，无愧于心，何足惧言啊！我同姑娘并无过节，姑娘无端杀我，唔安乐嘅并唔系我，而系你。我讲得啱啊，你。好啊，今次我放过你，不过。本姑娘几时欢喜，几时翻嚟攞你条命？唔知钟姑娘而家点呢？
葱蓉保你，仲有我炒两个小菜，两个白饭。系啊，要快嘅。小雨，唔该算账。娘子啊，我哋要快啲食完，尽快离开呢度。呢度大街，我怕雨落众多。有一个酱爆牛肉，蒸咗条鱼，娘子啊，仲要咩食添啊？我多个红烧豆腐啦。我都红烧豆腐，系咁多。你仲未死？多谢姑娘相救，等埋我，姑娘，姑娘，等埋我，姑娘，姑娘，等埋我，姑娘，等埋我，姑娘，等埋我，姑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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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出嚟做乜嘢啊？姑娘，你为人为到底，不如去救埋钟姑娘啦。钟玲是我的朋友，本来我要去救她的，但我一生人最憎人求我的了，你求我，我偏偏就不去救她。好啦，那我不求姑娘了。你已经求过了。那当我刚才说的话不算数啦。以前不是死要认大丈夫的，现在说的话又不算数，怎算大丈夫啊？就当我不是大丈夫了，我只不过是姑娘好心救回的怕死鬼。姑娘，你哋钟玲都几好啊。系啊。不过我决定都系唔去救佢。点解？我师父话世上所有嘅男人都靠唔住，我唔信你。都唔系嘅，咁你阿爹咧？我阿爹系世上最坏嘅男人。姑娘。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你个名啊？我冇必要话俾你知。咁你又叫咩名啊？在下姓段，名誉。名誉嗰个誉咧？你名誉好好咩？姑娘，一阵我帮你救钟玲，如果佢叫我，唔准你听；如果唔系，割咗你只耳。我知啦，姑娘，多谢你。系连长官嘅人。哦。你哋两个系咪无量剑派叛徒？于江豪同埋葛江佩。啊，唔系啊。我是过路的。你从这块面收来给我看看。喂，都是我们咯。对不住啊，如果你不是认错人就不用死了。你扮女仔扮几次啊？我咁大个仔都系第一次嘅啫。
一阵间去神龙像度，唔准出声。哦。恭喜你就到恭喜你。叫司空员出嚟见我。参见两位圣使，有失远迎，上请恕罪。起身。系。请问两位圣使系唔系已经征服咗无量剑派嘅人呢？呢啲唔关你嘅事。系。同我放钟灵出嚟。丽人。系。放钟灵。知道。仲有，我啲断肠山鸡又俾我。圣使受下。两位圣使，在下被钟灵姑娘个毒雕咬伤，请两位圣使俾啲灵丹妙药我。圣使，我系灵咒功，灵丹妙药冇咁易俾人嘅。吓，圣使帮忙啊！圣使，圣使，大人而家放喺度，灵言吓，系我。你知唔知？好啦。我睇你对童老咁忠心，我翻去请示童老，俾啲解药你。哦，多谢圣使。慢走。多谢圣使，多谢圣使。喺边度攞翻嚟噶？我头先差啲唔认得你哋添啊！段大哥，你真系好啦，真系会嚟救我嘅。其实嗰位姑娘都有帮手噶。啊，婉贞姐姐梗系会嚟救我啦，嗬？唔准放肆！我个名唔使钟灵同你讲，等我话俾你知啦。我叫穆远清。啊，水木清姑，远系清扬，好名好名。哼，好过一段木头，名誉极坏。明仪，我带你翻屋企。远清姐姐，我唔走住啊，我想搵翻我雕鼠仔啊。钟姑娘，我帮你一齐去搵啦。好啊，唔得。段儿，钟灵去揾雕鼠，唔关你事啊，亦唔使你帮手啊！小贱人，今次睇你走得去边？你哋居然一文不散，追嚟呢度啊！同我杀咗你小贱人！做咩喎？行啦，远啲姐已经识得嚟噶啦。冇人帮我，而家佢俾人围攻，我点可以走你知？你冇工企喺度做咩啫？行啦，远啲姐唔怪你噶。大哥，你真唔走啊？佢曾经救过我，我唔走。婉贞姐讲得出做得到噶，咁我先走啦。你小心啲啊！冇事啊嘛，行嚟。姑娘，我哋走嗰边啦。我走，追！
你点啊？我内伤痛得好紧要啊！我冇力可以再行啊！走。佢追緊你啊！我哋只可以各對面捱。我救唔到佢啊！唔怕，我孭你啊！姑娘，又似你话，竟然俾个贱人走咗过去，哼！咁都跌佢哋唔死，真系算救运。最衰连条绳都断埋。嘿，而家唯一嘅办法，我哋就先爬落谷底，然后爬上对面崖。好，一于咁做。你再爬上嚟，我就唔怕你噶啦！我杀咗人，我杀咗人啦，我杀咗人啦！你做咩啊？头先有好多人爬上嚟。我杀咗人啦！我杀咗人啦！咁啊点啫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无辜杀人，罪孽非小。若果你唔杀佢哋，你话啦，佢哋上到嚟杀唔杀你啊？如果单为我自己，我宁愿死都唔杀人啦。不过为咗你，我又唔想佢哋害你啊！我晕嗰阵，你有冇揭开面纱？我冇啊，我冇啊！靓都唔敢啊！
咦？啲人走曬啦喎！我姑娘，你肚唔肚餓啊？最少都有荒山野嶺，又冇野果之類啲嘢啦。如果唔係，我可以摘啲落嚟俾你食噶。最多咪餓死。嚇！唔怕，等你休息多一陣，我哋慢慢再落山。必要時咪同我哋搏過咯。你講得輕鬆啦，你啲武功都唔識，同我一齊殺出去啊，咪賺連累我。呢人內功深厚，段元，你快啲走，唔好要我照顧你。六姑娘，你太睇小我啦。姓段嘅雖然名譽極壞，但係亦不至於貪生怕死啊。请问专家是？哼，我是谁你都不知道。老子就是南海恶神恶老二。原来专家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海恶神恶老二，真是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，在阿杰式的英雄好汉之中，实以专家的武功最厉害。哈，算你有眼光，老子就饶你一命啦。多谢。杀神孙三霸系咪你杀嘅？系。你知唔知佢系我唯一嘅徒弟？杀之前就唔知啊，杀咗之后就知啦。咁你怕唔怕？唔怕。你真系唔怕？哼！你名列四大恶人之二，咁高嘅身份，又点会杀一个身受重伤嘅女子？系咯，江湖上传说南海恶神系大英雄，唔单止受伤嘅女仔唔打，连受伤嘅男仔都唔打噶嘛。讲得好啱啊！你听边个讲噶？好多人都咁讲噶啦，总之多到我都唔记得啦。好，我南海恶神系英雄好汉，会杀啲弱质女流。等你第次多人啲先杀你啊！喂喂，听讲话如果有人见到你个样子，一系要嫁俾佢，一系就杀咗佢喎，系咪啊？点解啲咁怪规矩啊？是我师父要我立个毒誓。你师父是谁啊？幽谷侠。未听过。我问你，我徒弟是不是看到你的样子你杀了他？我就是一个徒弟，你竟然敢杀他？这些是自己拿来的。就要睇下你个样子，睇你敢唔敢杀我？你真系武林前辈，唔怕人话你咩？我怕咩啊？你乖乖地啊，快啲自己除咗块面纱。如果唔系，我就连你衫都除埋。啊！前辈，你咪话个唔欺负受伤嘅人嘅？唔关你事。啊！你是第一个见到我的样子。六姑娘，你我立个毒誓的，他是第一个见到我的样子男人，你真是我的丈夫。啊，古灵精怪，我就先杀你老公。好像啊，真的好像我啊！嚟，前辈，你打我去边？做我徒弟啊！你知唔知啊？你手长脚长，脑骨厚突，腰骨柔软，是武学的奇才，型格同我一样啊！我啱死个徒弟，你就最适合不过啦！快啲跪低拜师。端啊！前辈，你快啲救木姑娘先啦！叫我做师傅先啦！啊，师傅？是啦，你是谁敢玷我徒弟的老婆？我南海恶神同你不是。吓，是四大恶人恶老三。唉，老大又催我添。难道四大恶人都嚟咗呢度？系噃。哼，
全部同我拉落去，如果唔系我杀晒你哋。兄弟心，就算我哋再加多120多人，都唔系佢哋嘅对手。哼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哋走。穆远清，今次算你好彩。而家冇事啦，你要等我，我好快翻嚟啦，千祈唔好走开啊！穆姑娘，你冇事啊嘛？由而家开始，你已经系我丈夫。穆姑娘，头先只不过系一时之计。我怎可以做你丈夫呢？你不是嫌弃我？穆姑娘，我正话要你讲笑嘅咋。你啊，好痛啊！丁乐，丁乐，你做咩啊？可能系使用炎嗰啲断肠散发作啊！哎呀，好痛啊！老弟，我嚟咗啦！我知道，老二，听人哋讲话你想同我争排名系嘛？冇错，我哋唔见咁耐，讲唔定我哋嘅武功都有进展，你而家未必赢得到我。你对你自己真系咁有信心？你一招，你已经应该排名于我之后了啩？老大果然系老大，我王老三依然系老三。哼！你唔痛啦？我唔痛。如果而家你唔喺度，我可能会再痛过。唔知司空炎啲假药有冇效咧？如果啲假药系假嘅，我今次就死了。如果你死咗，我同埋你一齐去。傻啦！你陪我死有乜用喎？你系我丈夫嚟噶嘛？穆姑娘，刚才事出无奈，如果你唔喜欢嘅，都唔使一定要遵守你嘅毒誓啦。你以为我讲笑啊？既然你唔相信我。我唯有以死相许。穆姑娘，你点解咁傻呢？千妹，我答应你，系啦。点解你师父要你犯下咁毒嘅誓？我本来是一孤儿嚟嘅，我一出世就由师父养大我，教武功，
师傅话，世上每一个男人都是坏人嚟，而我蒙面，而我发个毒誓，如果边个男人娶咗我而负心嘅，你就杀咗佢。咁如果负心嘅话咧？如果你负心嘅，我一样会杀咗你。系咧，点解一班人要追杀你？本来我同我师父去揾姓黄嘅女人报仇，但揾唔到佢，于是我哋分头去揾。点知姓黄嘅手下武功唔错，我打唔过佢哋，于是翻万劫谷揾金师叔。呢，你见嗰个钟夫人啦？哦，原来钟夫人系你师叔。金师叔喺万劫谷外嘅庄园内。等我师父嘅，点知师父又等唔到，嗰姓黄嘅手下杀到嚟啦。以后就见到你。青梅，你痛唔痛我？我哋搵啲嘢食啊！哈！好徒弟，跟我嚟，跪低拜师。前辈。其实我有师傅噶啦，你苦苦相逼都冇用噶，我根本就唔喜欢你冇。唉，你真系不识抬举，几多人想拜我老姨为师啊，我都唔肯。你有咁好机会都唔把握，我个老姨讲嘅嘢唔会唔算数嘅。你真系讲过嘢唔会唔算数？当然啦。如果唔算数咧？唉，唔算数系龟蛋。咁我就唔拜你为师。啊！你唔拜我为师，我就杀咗你。前辈，头先你咪话过无力还手嘅人，你唔杀嘅。系啊，系咪得咯？我唔识武功，又无力还手，你杀咗我，咪即系你讲过嘢唔算数。啊！讲嘢唔算数，你真系龟蛋。啊！